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看板单元，带您看到更多的地方消息。首先呢是博二的拼位的清创基地办理的这一场女子日常的特展，那它是为了要响应国际女孩日，那主要呢就是要提倡性别平等，还有像是性别光谱，还有就是共荣共好这样的一个价值，就是希望呢我们每个人能够多多的有一点包容还有理解，让他每一个个体呢都能够真正的做自己。响应国际女孩日，高雄市青年局在博尔拼位清创基地推出女子日常2024品味女孩节的系列活动，以多元形象的女孩日常为主题，也邀请进驻拼位的清创团队携手合作。青年局解释呢，活动以名称就是女子两字组成好字，那强调女孩的日常的多样性都是值得珍藏重视的美好经历。那本次的展览呢，除了提倡更广泛的性别平等观念，也阐述性别光谱还有多元共融的价值，也提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唯有用包容理解的态度，才能够让每个人自由自在的做自己。